可以接受吗？哦，可以。那我们欢迎来到武当乐器小教室哈。那我们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二胡。你可以不要拉，我们把字都造音好吗？来，交给我们专业的，我们是。欢迎。Hello. 这个物归原主，物归原主。这个叫什么？忘记了。二胡。搭在一起就是很配，就是很气质。你看，他的意思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没有这个气质。对，欢迎收看武当，欢迎芝芝。我们的芝芝。我觉得这个乐器真的是蛮屌的一个乐器。我刚刚那个就直接跳过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直接到重点。你那个是噪音，好吗？笑啦。OK， 那今天就麻烦芝芝来为我们演奏一首。那我们 spotlight 要给他了。好 ，spotlight 下。像那个有看过那两金刊集吗？那本田骑上重机之后就变了一个人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没有关系。超好看，最近很多人追，你一定很多人追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机会来了。那我想问的事情就是，像你们这样做，你自己有没有哪里比较容易不舒服的？会，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就还是会有，虽然两只手都在拉，可是它还是会有一个角度会比较长期挂在那，对。而且因为我们常常穿高跟鞋，长期其实也会有些酸痛。嗯，你是不是完全不知道二胡是什么？我第一次看到。你刚刚说二什么？我说他说乐胡。你还记得？你好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最主要就是说，因为你们在做乐器，当然有一些酸痛的问题，所以你刚刚有讲到手是基本上有一些肩颈比较紧绷，应该会拉嘛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，开桥。啊，他那个高低肩超严重的。哦，对，我有高低肩，超明显。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肩膀，看得出来吗？哪边高哪边低？这边高，这边低。所以他这个东西到底是肌肉紧绷还是怎么样？你自己有健康检查过吗？我只有就是健康检查，它会叫你往前弯，对，然后看你的脊椎侧弯，那叫亚当测试哦。Oh. 对，不是以我为名，对对对，它是真的叫做亚当测试， oh. 真的啦，这是真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方式，当然详细的也是要看西医那边 X 光，它会有一些角度去看。哦、嗯。那既然都讲了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？你帮我站这边，像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，这叫亚当测试，等于说它弯下来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用你的手去摸它中间的脊椎，它是不是一条线往下？可是你看到它这边基本上没有，它是有点弯，所以它这两边的高低是肌肉僵掉的影响比较多。因为它并没有说它的角度大到一个很夸张的，因为有些它可以弯到一个蛮大的一个幅度。帮我一个小忙哈，两只手慢慢的从前面这样伸到耳朵，有发现不一样吗？你一开始没发现对不对？不会特别注意，因为它现在并不会痛，所以一般不会注意这件事情。如果我刻意帮你这样往后，会不会不舒服？就会比较绷。嗯，对。好，像这绷就是有可能肌肉整个拉扯住，所以这个东西就会要释放掉它。你不放掉它，它会让这边一直拉扯，尤其肩关节这边全部都是韧带肌群拖着它的。所以有没有听过人家打个喷嚏就肩膀掉下来了？有些人会，比如说五十肩啊、种种，都是因为小问题慢慢堆成大问题，而且你左边的肩膀会容易丢进来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是因为我们常常拿手机，我这边会用到胸大肌上缘，哦，三角肌这个地方也都会紧绷，所以我们这边长时间久了之后，这边会硬掉，所以把这边放松掉，再把上斜方肌这边放松掉，基本上就会有差了。OK， 请躺，我再测试一下，我们用被动式的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哈，也是左手卡，我这样压会不会痛？会比较，就感觉好像卡住了，对吧？对。OK， 好，请回来。所以这个手是确实有问题的，我先把你的手处理掉。嗯。可以接受吗？
哦，可以。来，慢慢放给我。这样会痛吗？嗯，还可以。还可以喽。嗯。手帮我一样往上举，我现在再压一下喽。因为你现在看不到嘛。嗯。来，我现在这样压，还有刚才那么痛吗？啊，好像比较好哎。还有你刚刚所说的肩颈黑长不舒服，对吧？嗯。来，头放掉。来，转左边。转右边。自己有感觉吗？嗯。好，轻松的放给我。好，可以。我们刚刚不是卡卡的吗？来，我们再试一次。有没有发现角度更大？嗯。往左边。OK。嗯。再来就是这边的肩膀，记不记得刚刚这边很高很硬？左侧。还承受得住吗？嗯。可以。现在目前那个肩膀看起来怎么样？还可以。有两边差不多了。好 ，OK。好，那我现在先简单都帮你放松了，你帮我站起来伸展一下，感觉如何？我是觉得我平常都会觉得脖子 KK 的，对，嗯。可是现在好像角度比较过，嗯，有差，有差，太神了！所以回去呢，可以帮他怎么放松？如果说家里手有这样的问题，其实有时候会塞在这一段，好，我们可以去按压它，借我按压一下。其实你这边就会有点痛，这就是我们俗称的气节，因为我们长时间在同样在一直在拉嘛，这气节慢慢把它推散了之后，它就会散掉了。其二，我刚刚说了，胸大肌上缘这一块肌肉也要得放松，你们可以同样都是往外拨，对，往外这边，把它拨开。最后一个上斜方肌这个地方也要按压一下，所以这些都是靠按压，靠按压就好了。嗯，在我们聊天过程中很短嘛，你再帮我举一次手。你有发现比较平均？嗯，有差哎、欸。就是要让它肌肉舒缓、嗯，最主要是人都是懒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要干嘛呢？我们偶尔突然亚当，不是，我们偶尔突然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说我们要懂得去放松。这、嗯、就是可以自己按的、哦。可以，自己怎么按呢？有一个方法哈，我跟大家讲，你们自己啊，这个手放这样就轻松的放着，或者是你把它这样，另外一只手这个指节啊，可以去靠这边的经络。我们通常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这边会顶起来，又会用力，用力就没有用，就放着，然后用这只手去顶它，去靠那条筋，慢慢的去揉开，揉开它，好，甚至把它拨一拨。这只手切记尽量告诉自己是放松的。今天就是非常感谢两位，让我们可以教大家一课。对。然后今天又很耳福，可以听到二胡。二胡，对对对。感谢芝芝，然后 IG 在下面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咪咪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还会有很多健康知识分享给大家。那如果有一些想要问的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，说不定我们可以把它拍出来，让大家知道说健康的一些资讯。